你唔怕佢偷我哋金剛拳啊？<笑>我哋武當專唔學少林拳法嘅，我哋少林更加唔學武當八卦劍。好，咪睇少武當，先攞嘅。
我哋少林同你武当始终一日会真正嘅比试啊！我会等你。好，走。师傅。唉，燕玲，你做咩走嚟走去啊？你系个女仔嚟噶。师傅啊，我想今晚你饮茶啫。好啦，跟住你。 你正话同风吴哥讲咩啊？冇嘢，你都唔啱听。喂，你讲唔讲啊？你两个做咩啊？师傅，佢叫我买花俾佢啊。唔系啊，师傅佢哋。好啦，我买俾你啦。两兄妹都系咁唔生性。讲咯。话俾你听啊，正话佢约我去风月楼饮酒揾女人咯。哦，原来你哋鬼叫你识个秋风吴咁风流潇洒。 就问佢买几多啦？佢话：哎呀，我唔买多噶，我买一兜噶咋。好唔好听啊？好啊，少爷啊，嗰啲姑娘仔你满意啊嘛？嗯，唔错唔错唔错。咁满意就饮多杯啦喎。系啊。阿全，少爷，阿成，周公，多谢秋少爷，好嘢事佢啊。嗱，我继续讲埋落去啊。 呢兜好贵嘅，你买唔起嘅。佢话我唔怕，我多多都买，鬼叫我中意咩？我买咗个照一。嘿，好唔好听啊？唉，俊杰嚟到风月场所，开开心心至系噶嘛。系啊，都唔玩嘅咧。好似傻瓜咁做咩啫？嚟，我敬你一杯。阿不如咁样啦，阿春兰啊，去敬韩少爷一杯，你一去啊。快啲去。系啊，韩少爷啊，饮杯啦，饮杯啦。 饮晒佢咧，啊，好似系噶嘛。风嘅，你哋慢慢玩下，我出去行下。喂，坐落电梯啦。去边度啊？喂，坐下先啦。我呢个朋友啊，一见到大姑娘就怕丑噶啦。点钱我咧？哎呀，咁啊系啦，今日佢咁风流啫。喂，有冇搞？两位等阵啊，等阵啊，咁你又好嘅。喂，兄弟，使乜咁怒气啫？怒气叔大人。 你做咩咁老莽啊？点啊，两位点啊？喂，唔好走啊！喂，出嚟啦！喂，饮啦！坐低啊！坐低啊！唔系啊，我唔识打交噶，唔系咧，唔系我打佢噶，佢哋两个自己跌倒嘅啫嘛，唔关我事噶，系咧，我唔识打交噶。喂，你几靓仔喂！ 我边识功夫啫？我都话唔关我事噶咯。哎，喂，俊杰，头先你假正经，原来你故意出嚟表演功夫，抢晒我啲姑娘仔啊！你唔好误会啊！你唔使多讲，我都识。 我啲武功唔错啩，啊！哇，好嘢！哇，哦！哇，过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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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请借名，唔该。封，我哋少林都唔会输俾你武当嘅。嗯？你又都冇见到啫？俊杰，唔通你想同我比试下？哎呀！你有咁嘅兴致，我奉陪。
俊杰，你哋少林嘅金刚拳法的确犀利，不过睇下我啦。俊杰兄，你冇事啊嘛？武当嘅剑法果然系名不虚传。如果唔系就搞出人命噶啦！点会呢？我哋系好朋友，只不过想切磋下武功啫。公子啊，有人饮杯啦！喂，我哋翻嚟先。有冇再饮过？好啊，有。照你哋所讲，少林同武当嘅功夫真系咁犀利？是啊，王爷，我哋亲眼见到两个后生仔打得非常潇洒。少林嘅金刚拳，武当嘅八卦剑。如果王爷啊，你想得到好易啫。西门有少林同埋武当两间武馆，我哋可以啊。我哋捉佢翻嚟。咪住。系。师爷。啊，系。先同我请少林武馆嘅师傅翻嚟王府，我自有分数。各位饮杯。饮。少林嘅武功我好欣赏，尤其是廖师傅嘅武功。王爷，你太客气啦，我只不过略懂少林武功皮毛，你又何必？我无夸张。廖师傅的金刚拳真是可圈可点。哼，梗系啦！如果师傅功夫不好，我怎会跟佢学嘢啊？收声！王爷不要见怪，我呢个女徒弟恃宠生骄。哈，佢讲得啱，我正有此意。哦，你想跟个师傅学嘢啊？俊杰，唔准乱讲，我哋少林派点高攀得起？廖师傅，虽然少林武术一向冇传入大清王朝，但系今次。我希望可以破例。王爷，本来练武之人不分等级，但是以老夫的武功难以为师。哼，那你只是不肯教啫。大家不要动，王爷。俊杰，坐低。廖师傅，希望你考虑清楚。我哋再饮杯。各位唔好客气，请饮杯。哼，我将附近所有少林武馆封晒佢。王爷啊，你千祈唔好意气用事啊！你今次啊，唔只要得到少林嘅金刚拳啊，而且仲要得埋武当嘅八卦剑谱啊！师爷，如果武当武馆嘅罗青唔肯交出剑谱，咁又点啊？王爷，你放心啦，我有一条好计啊，能够令到武当嘅八卦剑谱啊乖乖地交俾你嘅。我唔理咁多，我志在必得。罗师傅，请。王爷，请。罗师傅。奇国的变化等于剑术的精灵，矫玉游龙，剑刺如虹。王爷，好剑好剑，未知武当的八卦剑有没有同感？老夫今晚应王爷之约，是以论奇局为主，至于论剑不谈也罢。罗师傅不愧有真人张三丰的风趣，请请。
其師，必有其徒。風，行開啦。係。王爺，呢啲係？呢啲梗係陳年佳釀啦，師傅。聰明。將嚟得好。呢啲佳釀乃係皇上御賜。哇！民間少有啊。冇錯，此乃御前三杯，能夠激發將領雄心。師傅啊，仲可以固本培元啊。师傅，因住武棋喎。好棋，临危不乱。罗师傅，请用酒。罗师傅，多谢王爷。罗师傅，我敬你的。王爷，你呢？我日日都有得饮。罗师傅，呢啲御赐美酒，你不妨品尝多杯。师傅，恭敬不如从命，品尝埋佢啦。冇错啦，有此纯露美人，就算系残局。都可以扭轉乾坤，咁嘅雅興，身為徒弟嘅唔應該打擾。王爺果然係好酒，請師傅。王爺講得啱啊，徒兒都係行開一下，等你老人家可以盡地扭轉個殘局。王爺告退，請。好啊，好啊，如此可教，請，請。小姐，你去边度啊？我找人咯。找边个啊？我找青松武馆嘅秋风吴。小姐，秋风吴同佢师傅陪王爷捉紧棋。捉紧棋，我入去睇下。诶，王爷吩咐落，任何人唔准骚扰。哦，你定啲啦。你王爷输咗棋，我唔会讲出去嘅。做咩啊？我又唔系揾佢师傅，我揾个徒弟啫嘛。唔得，唔得！围住佢，你好走啦！唔系我哋就唔系。哼！快啲走，唔系我哋锁起你。唔走啊！除非你揾秋风吴出嚟啦。系。燕玲，你怎会跟他们带上来？少林派，你好快点带你的妹走，不要吵着王爷捉棋。王爷捉棋？他跟罗师傅捉紧棋嘛。哦，原来是静鸡来找秋风吴。是啊，鬼要他们。两位官大爷，我们少林武馆都算是王爷的常客，就算你不让我妹进去，都应该请秋风吴出来。没错啦。不得，我哋王爷有命，任何人都唔准入去。燕玲、钟杰，你哋做咩啊？
风哥。唔好喐，张杰，发生咩事？哦，燕玲嚟揾你，佢哋唔俾入，咪带上嚟啦。咁人哋刁埋？唔系啊，咧佢哋啊，话你师傅同王爷捉棋，唔准人打搅喎。长官大人，点解？哦，王爷吩咐，只系准你两师徒喺后院，其余嘅人就唔准入去。秋公子，请你入翻去先，你两位请离开，免得我哋两个难做啊。诶，张杰，你哋都系翻去先。风哥，翻去啊，免得大家麻烦。燕玲，走，翻去。我觉得今晚嗰个王爷有啲古怪啫。捉棋啫，有乜咁神秘？又唔俾你。不如你翻去先，等我装下。唔准你再同人打交噶。得啦，行啦。罗师傅，你仲要唔要走啊？你做咩啫？将军，好棋。啊，罗师傅，你点啊？罗师傅，你冇事啊嘛？御前三杯，能够激发将领雄心。王爷，我睇相反咗嘛？咁需唔需要解药？既然我消失耐力，又俾解药我，你有咩用意？武当八卦剑谱，你唔讲就更加辛苦添。将军，罗师傅，你冇棋行啦喎！咁都冇用嘅，斩辛苦嘅啫。哇！罗师傅，你冇事啊嘛？哇！做乜咁紧张啊？吓！师傅，做乜输得咁惨啊？风，师傅叫我嚟捉啊！王爷，你惊输俾我咩？哼，我未必输俾你武当派嘅。王爷，你唔使惊，武当八卦剑谱我仲未传俾佢。师傅，哼，罗青，你再唔讲，冇得救噶啦。风。攞把剑嚟，攞剑，人嚟，攞把剑俾佢。罗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我唔系，听我讲，点解你照我嘅说话做？剑成一致。继续
翻路啊！孔雀开屏，又摆神龙。吓，师傅，师傅，风，我点会？点会？师傅，师傅，我冇心噶。风，你做得好啱。师傅，系我知你嘅，你唔会做得啱。记住，八卦剑谱唔可以传俾他子。亦，师傅，师傅。死罗青，你点解逼我嘅师傅死喺我嘅剑下？我冇逼佢，我知道你用卑鄙嘅手段逼佢攞八卦剑谱。云长，系少林派。少林派，唔会，你师傅饮呢种药系少林寺用嚟挥半途武功嘅。少林寺，企到师爷，系佢犯咗杀师之罪，拉佢斩头。哎呀，王爷，你俾罗青呃咗啦，能够跟随师傅左右嘅，又点会唔识八卦剑嘅咧？捉住佢！八卦剑啊！唔准停！继续！秋公子，你点啊？哎呀，你讲啦！系狼唔讲，盏辛苦嘅啫。我唔识八卦剑法嘅，你点逼我都冇用噶啦。王爷啊，停手！做咩啊？佢呢个人啊，同佢师傅系一样，就算你打死佢，佢都唔肯讲剑谱出嚟噶啦。咁点啊？王爷啊，我仲有个办法喎。你仲有咩办法啊？呢次啊，老蔡敢用人头嚟担保。王爷啊，不过你委屈啲。点解？如果你肯委屈啲嘅话，嗱，担保你金刚拳。同埋八卦剑谱一齐得到手。哥，咩事啊？富唔该喺王爷屋企杀死佢师傅啊！啊，杀死佢师傅？点会咧？点会啊？系啊，真系噶！佢师傅同王爷捉咗下棋嘅时候，唔知点解突然间捉住富唔该手上把剑嚟插死自己啊！更加冇理由，佢师傅一向做事好稳重。哥，我亲眼睇到噶，唔知点解佢师傅死嘅时候仲咪咪嘴笑嘅。呢件事真系耐人寻味，咁收尾点啊？个王爷话佢杀人凶手，锁住佢咯。佢冇反抗咩？嗰个时候，福唔该都呆咗咯。燕玲，你唔好伤心，呢件事。我会查清楚。你佢哋冇错，做咩啊？冇错，冇错，冇错，快啲，开佢哋，快！一坐啊！
你想食真收白味，就快啲将剑谱交出嚟。咁我就唔知啦，不过王爷都算独立，利用癫婆去消磨佢嘅体力。七弟哥，而家佢喺里边嘅情形点啊？佢而家全身都冇力，成个人软晒。咁哥，咁七弟哥，我有一个要求。
速救佢。你要记住啊！喂，放开我！你放心啦，呢度绝对安全。快搭风，唔该入去医生。哦，嚟。入嚟。你虽然救咗我，但系少林派害到我师父，死喺我剑下。风，你点解咁讲？就系你哋少林假借王爷套我哋武当八卦剑谱，我哋少林唔会咁样做。唔会，你哋少林一直都歧视我哋武当，
惊住有一日我哋武当嘅声势会影响你少林，你所以就用你哋少林毒有废武功嘅药嚟毒害我师父。你乱讲，我冇乱讲，系我亲眼见到嘅。说话，我哋少林早就唔放武当在眼内，我哋武当剑，我话俾你听，我哋少林一定系俾人教我嘅。咁你哋废叛同武功嘅药又点会喺王爷手上啊？风，你有咩可以证明到嗰啲药系少林子啊？王爷可以证明，王爷证明。他为什么锁你和癫婆一起啊？他说我有杀师之罪。哼，你师父是撞埋你把剑而死，收尾王爷还逼你吐出剑谱，他点逼我都不会说的。因为师父临死前说过，八卦剑是不可以传给达子英犬的。那我们少林有什么可能勾结朝廷啊？因为你是想掩盖我们武当，所以做出这么卑鄙的事。哇，做什么啫？你做什么啊？秋公子、韩公子，风，就算我哋少林派套咗你嘅八卦剑法，我嘅金刚拳已经传授咗俾佢。金刚拳，俊杰，你传俾佢系用嚟打通我穴道啫，我根本就冇学过，冇学过，你有冇教过佢？我，诶，唔使问啦，冇，冇，你点解咁冒险喺监牢带埋佢出嚟啊？你教佢金刚拳嚟救我，我点可以抌低佢咧？风哥，你两个究竟有咩关系啊？讲啊，讲啊！风，落药同埋逼你杀师，全部都系王爷所做，佢一定系想教和我哋少林同埋。仲有弓箭手，而家点啊？大家镇定啲，佢哋嘅目标唔止系你，仲有我。我哋冇法子一齐走噶啦。风，你同张小姐目标最大，你由后窗走先。燕玲，我哋顶住前面。左士，冲出去！一齐冲出去！我教你用剑。快！
你翻嚟啦！哼！你嚟！喂！金刚拳！八卦剑！侯爷，仲打炸！你哋系武当青松观哦，咁你哋系我师叔伯啦。秋风，叛逆杀师，你知唔知罪？佢未必噶，你唔好鲁莽。呢位系长青子，长青师伯，我自知杀师傅罪不可赦，我甘受本门正法。请各位师叔伯处置我。他没有杀死他师父。你是谁？在下汉中武馆韩燕玲。少林派师伯，这是我们本门的事，不轮到你。师伯，师伯，师伯，不关他事的，他是全心救我的。好，你即刻跟我回去青松观，等师祖定夺。不要去啊。你次主要系带呢个叛徒翻去，唔好同另一派嘅人冲突。燕玲，秋风，少林派嘅事同我哋无关，跟我行啦。道长，风哥系冇意杀死佢师父嘅。咁佢都系杀死师父啊！道长，燕玲，燕玲，风哥，我死喺你身上，觉得好值得。唔好傻啦，燕玲。只不过我身道嗰啲箭插得我辛苦，你当我掹出嚟，等我死得冇咁难睇。呢度系武当闭关面壁嘅地方，你都系静坐修身罢啦。施主，请留步。
少林巍峨耸立，真系武学之源。大师，请你再通融下啦。施主，少林寺唔能够随便收一个弟子嘅。大师，请你破例一次。呢件事贫僧唔能够作主。边个可以作主啊？方丈。咁我去揾佢。哎，方丈而家养静，唔可以骚扰。我咁辛苦嚟到少林寺，大师唔好令我失望。阿弥陀佛，施主，你翻去啦。唔得，我已经下咗决心，绝对唔翻转头。我系求方丈，哎，你唔入得去，行开。子来不得无礼。你边位大师系方丈？我要出家做和尚啊！少林乃佛门之地，唔能够乱收俗家弟子。我要得到少林武学心源，一心向佛，点解唔可以咧？施主，你冷静一下，唔好因一时之气，请你走啊！我一定要入去见方丈大师。两位师弟，呢位事主嘅武功同我哋嘅武功略有相同。停手！法慈师弟，我睇呢位事主一定另有苦衷。师兄，我哋不如请方丈师兄作主。多谢准见方丈大师。方丈师兄，呢位事主喺呢度入嚟喎。求方丈收留。事主，点解你要上少林寺做佛门弟子？弟子虽系俗家，但家师廖宗乃系少林一脉，出自五梅师祖所传。弟子想修道少林武学渊源，决心皈依我佛。你虽然系少林弟子，但系杀气冲天，本自唔能够收你为弟子。哦，呢位事主正话心急入寺，同众师弟冲撞，可能怒气未消嘅啫。既然系出于少林一脉，就请方丈师兄作主。法慈，你嘅意思？事主面露杀机，六根未净，唔可以破例收佢为弟子。方丈大师，我咁辛苦嚟到少林寺，我点都唔走噶啦。少林乃佛门之地，唔出户啦。但系佛门系最有缘分之所，施主既然嚟到本寺，就系与我佛有缘，点解唔可以开先例？此例不可开。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。昔日达摩东来，就系凭住一点向善见人之力，终于开创我哋少林禅宗千百年嘅基业。各位师弟，你哋嘅意思点？方丈师兄高见，多谢方丈。阿弥陀佛，我而家赐你嘅法号为德智。你既然落法长斋，以后要诚心皈依我佛，今后要留寺清修，
遵守本寺戒律院主持的戒规。多谢方丈。得知，因为你大艺投师，所以唔使由头练起，由听日起先跟四大护法遵守。系，大师。法道，得志就交俾你。系。得志，你休息一下啦。法道师兄，我要继续练落去。进步神速，不愧是大艺及师。风，你为什么要杀你师父罗青？道长，我根本是冤枉的。我们无当的道规，无论上上下下，凡是犯了错误的，都要受到惩罚。我是一贯之主，因为犯了错又要闭关面壁思过，但是我师父他是在我出关之前，你要静坐修心。你师父的为人我好了解，风，你的一切我会替你安排的。多谢道长。少林的金刚拳法果然变化多端。阿哥啊，他还可以起死回生的。剑法你学得非常之好啊！如林，呢次真系委屈你。如果唔系金刚拳同八卦剑法，我点会欣赏得到？阿哥，我知道你喜欢武术，就算我受啲委屈，又算得系咩咧？你真系唔话得。但系唔知道呢两派嘅武功，我偷唔偷得晒咧？小姐，你放心啦。以王爷的武功修养啊，凭住呢几招剑法同埋金刚点穴法，已经领悟得到噶啦。呢次真系如虎添翼，可以独霸武林啦，王爷。师爷，
佢哋两派嘅武功的确有独特嘅地方。而家少林同武当嘅势力越嚟越庞大，而且全部系汉人，咁样对朝廷有好大嘅威胁。哎，王爷你讲得啱，不过你唔使担心，我有个方法可以消灭呢两大派嘅势力。哦，咩方法？王爷啊，少林同武当不嬲都系对立嘅。我哋可以嚟一个一石二鸟。一石二鸟。王爷，你可以用朝廷嘅命令，将两派化为一派，即系叫佢哋两派自相残杀。唉，冇错啦，就系咁咯。阿哥，咁岂不是违反咗你热爱武术嘅宗旨咯？如林，食君之禄，担君之忧，我一定要咁做。呢次镇远王爷发帖，指定由我哋武当同少林两大派嚟一次武术竞技，选出武林盟主。各位道兄，你哋认为派边一冠做代表呢？长青道兄，少林寺虽然僧多势大，但系论武功只有四大护法比较好啲。我睇我哋松鹤冠系足可以应付。长青道兄，论资格、论武功，长青道兄嘅八卦剑法已达到巅峰之点，应该胜任有余啊！冇错啦，应该胜任有余。各位道兄，呢次系夺取武林盟主嘅武术竞技，胜负关系到武当对整个武林嘅声誉，我哋唔可以太睇小少林。道兄嘅意见，听日系悟道道长面壁出关嘅日子，我睇仲系由道长作主。少林嘅金刚拳法变化多端，佢随时都可以化拳攻击对方嘅穴道，以我哋武当嘅八卦剑未必一定有把握赢。咁道长，你嘅高见？除非对金刚拳有认识啦，否则呢次嘅竞技如果输咗，对我哋武当嘅声誉系好不利嘅。我提议一个人，佢可以替武当战胜少林。系边一冠嘅道兄啊？佢虽然系武当一脉，但系仲未触法为道。佢就系身大杀师之罪嘅秋风五。秋风五，道长师兄，以武当嘅道规，凡系有罪在身嘅人都唔可以代表武当做任何事。况且秋风又唔系武当嘅道徒，仲有就系、长青师弟，但系只有佢先至略懂少林嘅金刚拳法。如果佢肯替武当应战，或者可以将功赎罪咧。道长讲得啱喎。系啊，讲得啱。将功赎罪，冇错啦。由听日开始，你哋专心教佢武当嘅功夫，再加上佢嘅根基，相信唔会令我哋失望嘅。道长高见。大道光明，玉蝶玄机。本冠赐你道号为明基，你以后以武当为道，无量受佛。无量受佛，多谢道长赐教。长青，你带明基练习本门各路武功。是君上。明基，先运用你的腕劲。是
封闭你全身嘅穴道。明月，长青仙，弟子冒犯。你嘅八卦剑法已经炉火纯青啦，以你而家嘅功力，可以替武当战胜少林啦。明灯师兄，德智，你的金刚拳法本来就很纯熟，而家加上痛人木桩反弹的拳法，更加炉火纯青。都是多得明灯师兄的帮忙，我才有咁嘅成就。但是你不似练功啊，明灯师兄，你练功的时候面露杀机，一定另有原因嘅。明灯师兄，我咁辛苦入少林寺深造武功，都系为咗报不共戴天之仇。阿弥陀佛，德智，你同咩人有仇啊？武当。武当？武当原出少林，佢哋嘅野心太大，想雄霸武林，仲请朝廷嘅王爷主持。跟我哋少林武功一较高低，既然系咁，派我去啦！我正有此意，但系我唔可以作主，我要请示方丈。明德师兄，以德智喺本寺嘅辈分同埋武功嘅修道，边度有资格代表少林担当呢个重任？请方丈定夺。明德师弟，咁照你睇。德智有冇咁嘅能力咧？德智大艺头师，虽然入寺嘅时间好短，但系佢武学天分潜质好高。以本座判断，佢绝对可以升任有余。本寺历代以嚟，从来未有过唔够辈分嘅弟子担当重任，点可以凭你嘅判断嚟作决定啊？武学之道，学无先后，达者为先。戒律院主持。你的判断我想试一试。两位师弟无谓再争论了。是师兄。师兄德智，方丈，你愿不愿意同法慈师兄比试？弟子愿接法子。开始。德智师弟，在方丈面前，你尽量施展你的少林戒刀。法慈师兄，得罪了。快！快！快！
谢师兄，师弟冒犯。德智，你仲未算赢我嘅。德智，你用金刚拳法割埋我啲月牙铲啦！德智，师兄，德智师弟，少林武功嘅修道，你已经领悟到。方丈师兄，德智师弟可以担当呢个重任，为我哋少林增光。阿弥陀佛。王爷。王爷啊，我请咗少林派同埋武当派嘅长老嚟咗啊！只要佢哋两派能够自相残杀啊，咁王爷不但可以喺朝廷立下大功，而且仲可以独霸武林，咁就一举两得啦！请两派代表出嚟，坐下。王爷，避免佢哋两派有任何嘅私议，请即刻下令比武。嗯。退下，走！少林派长老，你哋时时夸耀武当出自少林，到底有冇件咁嘅事？阿弥陀佛，王爷，冇错，当年张三丰系犯咗本寺嘅戒律，所以冇讲啦。当年少林派妒忌张真人的武功，才至逐他出寺门。王爷，要论武功，应该是武当的张真人当家。乱讲，呢啲是你哋武当自大狂妄。我哋不是自大狂妄，呢啲系事实嚟。啊，两派长老无谓争论，不如就趁呢个机会用你哋嘅武功嚟比试证明下啦。好，好，好。咁你哋派哪位代表出嚟比试啊？明基。德智，风，俊杰，你明基，德智，哦，原来两位就是两大门派的代表，是，好极好极，两位的武功我早已如雷贯耳，今日的比试一定是翻龙争虎斗。我哋眼福不浅啊！系啊系啊，戒律院主持，我唔会同佢比试。道长，明基，武当嘅责任就喺你身上啦。德智，少林寺系永垂不朽嘅。开始比试。去去。唔理佢边个赢边个输，照我头先嘅安排去做得噶啦。嗯。呢次两派比试武功系绝对公平嘅，边一边赢由我决定，
成为武林当家。知道我打错，其实你哋两派嘅武功都喺我手上。金刚拳、八卦剑，冇错。所以你哋唔可以喺本王爷面前故弄玄虚。我哋唔系故弄玄虚，比试武功以点到即止，亦可分出胜负。混账，王爷，以你嘅意思，意思。金刚拳、八卦剑都是达到武功的顶点，本王爷分不出高低，所以这次请两派来比试武功，就要俾我知道哪一派的武功最杰出。呢啲就是我的意思。你即系要加深少林同埋武当嘅历代恩怨啫。我唔理咁多，咁你即系要我哋自相残杀啫。冇错，又要你哋打到死为止。我哋打又点啊？听住，你哋两个尽量施展功夫嚟打，边派赢咗就可以超生。如果唔系，两派都死喺乱战之下。我哋冇得选择，德智大师，尽量施展你嘅金刚拳啦。点解你要咁做？道长，请放心，我唔用八卦剑。咁你尽量施展你嘅金刚拳啦。嚟啦！风，快啲攞剑，时辰唔多啦。攞剑，风，攞啦！我放箭！哎哎，唔好放箭啊！停！阿妹，你攞剑，攞，攞，攞！
你做咩？我逼佢哋打。系，妹，你行开。如果你射死佢哋，咁两炮功夫点分高低啊？原来你用苦肉计通我八百剑。你太卑鄙啊！你逼我入大堂，俾口供子走。你做咩啊？阿哥，你想佢哋分出高低，咁你就唔可以杀死佢哋。你乱讲！呀！退后！剑你学过啦，呢种剑法你未学过啦啩？佢当然系未学过啦。哼，风交翻俾你，你打得好，我呢啲系刀法嚟嘅，照打啦。王爷，呢种金刚拳未见过咧。阿哥，唔好打啦，佢哋嘅功夫都乱晒啦。我睇佢哋变到咩出样。放心啦，我呢种金刚拳啱啱学嘅啫，打佢唔伤嘅。阿哥，你有冇受伤啊？点啊，王爷，有冇兴趣学埋佢啊？我教你啊！岂有此理，上！唔好，阿哥，唔好再打啦。喂，打得咁打会受伤噶。王爷，我讲过啦，会受伤嘅。你两个叛徒将武当同少林的功夫捞乱晒，我哋冇捞乱，少林武当同时一脉，冇错。王爷系你自己领悟唔到啫，功夫嘅嘢系千变万化，永无止境嘅。杀咗佢哋！住手！杀开！阿哥，佢哋能够将两派嘅功夫捞埋一齐，亦都算系奇才。冇得讲，一于杀。阿哥。他们应该是我们练武人的榜样，你不应该杀他们。而且风吴的师父、俊杰的妹妹都死在我们的手上，我们这样偷学他们的功夫，间接上他们就是我们的师父。放他们走。哎呀，王爷，王爷，